大部分过节的时候也都在工作中，几乎对，我们好多年跨年都是咱们一起过，对吧？对于我来说，在一些难忘的事情上，都是克服困难的同时很有值得回忆的那么一些点上，比如说我们那个龙舟，好难见啊！黄河大合唱的龙舟，联合国演讲。 Hello everyone, good evening. My name is Angela Baby. Here's a question for you. 我想起来都鸡皮疙瘩，就是我那个我看的都非常紧张。对。有一期在那个济宁啊，天空之城那个民宿里面，对，最后小朋友出来唱主题曲的时候。我们都起鸡皮疙瘩了，而且我们起完鸡皮疙瘩以后，我们就说：“你看，陈哥、baby 姐、凯哥，他们相互看脸，这种感觉，只有从最开始一直经历到现在的，包括我们工作人员成员，才会有这种你控制不住的那种共鸣。控制不住”那个歌声一出来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再想起从2014年到现在这么多回忆，我现在头皮已经在发麻了。170那次也是，对，170那次来了每一个同学们，100个同学们在那个电影院100个主题，然后一转身过去，一转身，每一个，这一下真的是很震撼。我们俩，很震撼。还有《奔跑吧》第10季的时候，花的主题那一期也是很感动，10季，10季。历历在目，每一期每一位回首。其实不管是我们的感动也好，还是我们的快乐也好，都是我们人生经历的一个过程。但在这个过程的呈现，是通过节目组的每一位，我们的摄像、录音、服化道、收录美吧，包括我们的最可爱的导演姚一天。我们大家这所有的人加在一起，其实就是为了能够用一个节目的形式跟大家分享快乐与感动。